大家好，欢迎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太极、中医、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我们邀请了世界顶级的太极拳家、中医学家和国学家做公益系列讲座，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喜爱并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我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人董麦。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是钟振山老师。钟老师是武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中国武术八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氏太极拳传承人，当代中国太极名家。钟振山老师乃武氏太极拳创始人吴宇湘之嫡玄孙之婿。13岁从学于永年武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中国太极拳13名家之一姚继祖先生，习练武氏太极拳、刀、剑、枪、推手等，尽得真传。钟老师潜心研究太极拳，曾发表《太极拳听劲与懂劲》等多篇论文，《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武氏太极拳等著作，并参与编写国家的武氏太极拳竞赛套路和永年太极拳制。钟振山老师还把武氏太极拳推向了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多次参加国内外太极拳论坛，先后到美国、意大利等国家传授武氏太极拳，使武氏太极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桃李满天下。钟振山老师在武氏太极拳的继承和传播、推广等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并被誉为太极拳名家、武林百杰。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太极拳论坛上，授予肯德基上校的荣誉称号。下面就请大家观看钟老师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教学视频。播放完毕，我们将进入到互动环节，钟老师将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回答。大家好，今天我讲。太极拳以腰为主宰，是运动的主要方式。在王宗岳的《泰拳论》中讲：“力如平准，搏刺车轮。力如平准，力就是树立力就是一种都具它的中轴。”是垂直地面，平准是中间是圆盘就是都具力如平准，搏刺车轮中轴推地面，这个平盘才可以顺时贯轴。还可以圆转。在五行全训当中提到，根与脚变换于腿，主宰于腰，发于脊，疏于臂，行于趾。虽然讲的是这个太极拳动力链进取于脚跟。行于手指，其实这个里头讲到的也是以腰为主宰，以腰为中枢，所以说林语在这个林语当中也提到，两手支撑，意气贯穿，多动则多虚而有余虚。又重则又虚，
而足以去。这个也是讲在打手中以腰为主宰，以腰为中枢，推左边，左边向左转，顺其势，跨掉对方进攻的力点，而右右边进攻，对方推你的右边，你右边随时化解对方的进攻，而左边进攻，这讲的都是以腰为主宰。所以说这个太极拳运动是以腰带动身体，以腰为轴，以轴带人，也就是说以腰轴带动身体，这是太极拳练运动的基本方式，能做到以腰为轴，以身体为人，这就基本走进了练习太极拳的正规道路。这个人的身体我们知道腰椎是正中间，腰椎的上面是胸椎，再往上是颈椎，腰椎往下是骶椎所以说呢，整个脊柱，太拳要求身法的就是脊柱要竖直，所以说要提顶吊搭，实际上指头顶要徐徐拎起，微微下沉简单的讲太拳的身法就上领下沉，中间松，上领就头顶百会，徐徐的拎起，尾闾要往下松坠腰必然是放松的腰不能用力因为腰是在身体的中部，是属于中枢。再一个，腰它起到两个横轴，一个竖轴。所谓的横轴，就是人的身体它可以前俯后仰，前边弯腰，往后边仰起所以这是个横轴。再一个嘛，两侧。左侧弯，右侧弯，它又是这个横轴。但太极拳主要运用的是立轴，腰要竖直，就左右可以旋转这是以腰为主宰当然说，这个腰一定要和身体的脚跟要在一条线上。不能说在一条线上，它要以脚跟为就跟门轴的最下边上边是头顶所以太极拳又叫什么立定脚跟竖起脊，拖开眼界放平心就头像过去的木门一样上边轴顶着天，下边的轴扎到地上轴非常直，所以说门旋转就自如所以这个道理你搞清楚了那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行功度假就平常我们行功度假的时候，人的身体任何部位
都是在腰的带动，也就是说任何部位不管你前进后退，左旋右转升与降都要随腰移动，由腰来带动，也就是说以腰带动身体，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劲。我们知道在太极拳形成宗架的目的就是练成正劲，正体劲。要想练成正体劲，就第一个要外形要整。所谓的外形就外三合，就是肩与胯合，周与膝合，手与脚合，所以这个是个渐加渐结构，外形整就这些，不管你身体怎么转，肩与胯始终在一个平面上，就是肩胯，要抱着那个矩形，就是个方形，再转不能转这个，这个就不合了，肩与胯合，都消耗在转的时候，这个就可以了，就是在这里，对的，不能转转过，你不可以不倒，像这儿，所以说这是肩与胯合，再一个周要七合，所谓肘，周肩和膝盖有向西相应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垂直，但一肘一膝盖要不能离开，纵向向西向西，它记得是一样啊。再一个手与交合，这个相对来讲就你转腰的时候，右手要跟前肩要相合，你转的时候，弄起腰部的时候，你转这边，你不能往这转，要跟这个脚要合，所以说这个周与膝合，也就是说这个周肩下垂，垂向支向膝盖，膝盖弓步时候，膝盖上顶要托住周肩，这都是相合的这种意义。再一个，我现在下边再继续讲，以腰为主。腰为主宰，实际上就是以腰为这个竖轴的中心，也有主宰。腰往上带动是胸椎跟颈椎，往下它带动了骶椎，你看它从中间讲，腰往上带动了脊椎，就带动了脊背，也就是说松腰转背，腰往下松，转背一背推肩，这个背推这个右肩，肩推肘，肘在推手，这是上半身，就是松腰转背，一背推肩，一肩推肘，一肘推手，这个用上个推字，就是说它虽然这个动作这几个环节它是分开的，但又不能一节节来做，它是在瞬间做到但是它有个先后，一定是先腰动，再背动，再肩动，再周动，再弯动，所以说这个太极拳的动作要慢，熟练越慢越好松腰坐垮，转腰转背
吹肩吹肘再吹手，啊，这是上边。往下边是啊，松腰旋骶，那就骶椎啊，就下边的骨头啊，椎里那个上面这是骨头。这个骶骨贯腰旋骶，骶骨贯，骶骨吹垮，又叫吹垮啊，吹垮，骶骨一转动，吹垮，一吹垮才往。往下吹，吹就下蹬的往下走，吹垮，垮吹膝盖，膝盖吹脚踝，脚踝吹脚，两腿同样啊。来，灌腰灌骶骨，这往下吹啊，这吹啊，吹垮，吹膝，这边是吹垮，吹膝，吹脚踝到脚啊。所以说呢，脚。吹腰转，上边就是松腰转背，背吹肩，吹肘，吹腕，来吹手。就上边是腰吹手，下边是腰吹脚，脚与手同时到位。这叫这又叫外形整啊！也就是说，收到交到，这就叫外形。外形整之后，他才能够内劲才会整啊，劲才会整啊。所以说，外形整整齐是内劲的基础。首先，你做到外三合，才会变成内劲啊，加上这个神一气和它就出来内劲啊，所以你在练太拳能够以腰带动身体啊，你才容易诠释，由上肢与下肢连接顺遂啊，才可以出现这个腰一动动作。连绵不断，行为流水啊，所以在这个腰能带动身体这个基础上啊，再进一步再注意身体关节处哦，那个细微的运动。啊，你像到手指啊，只要是端着处啊，你都要注意，就是手指的运动，手指的运动都是在腰的带动下出现的那个弧形动作。你看这手指来打啊，所以你在将这个手掌往前推的时候啊，你看它要旋转啊，尤其都是要手指朝内。慢慢转，你看，食指是指的方向，啊，这个无名指，这个食指是扶着这条线，啊，再一个，再到这个肩吹肘，肘吹手，手大小与际左右张开。食指上挑，肘尖下沉，肘尖下沉就要着膝盖，所以这个就不会过啊，所以这都是在腰力带动下啊，所以这样的动作以后呢，就你只看到这个动作的起落。伸缩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气数不大啊，就是说这个诠释比较圆满顺畅啊，就看不着就没有那种突凹
断续这个黑子啊，就比较远了。所以这像是腰背主宰，这个主宰也就是说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要在腰的引领下动，比如说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这个是什么？就是腰只要动啊，身体任何部位都在腰的带动下带动啊，所以说呢，这叫一静无有不静，一动无有不静，不动，也就是说，这个腰啊，在这儿可以说，腰它是智慧全身啊，所以腰平常在全身中共讲啊，就刻刻六心在腰间，都指这些。初练太阳一定要注意腰，腰一动，全身都动，腰不动就不动啊，所以这就叫以腰为主宰啊。所以在练跆拳套路，就行军走架时，一定要刻刻留心在腰间，以腰带动全身，这是练太极拳最基本的运动的方式。这个你做不到，你就进不到太极拳的门啊。所以说呢，在王宗的拳论、林拳论、武夷乡拳论啊，他讲的非常清楚啊，特别在最后强调啊，似动非动啊，一动无有不动，他讲的特别的强调这些。将斩未斩，此动未动，也就是说，在练武式太极的时候呢，这个动作特别小，啊，动作不要乱动啊。你看呢，这个蓝大衣，这时候就放到这儿，哎，这个里边这腰的带动，腰带动不是像这儿啊，而是腰微微在动，全身都动，这个蓝大衣啊，该来到这边一试。微微在动，一定要注意腰。好，这节课我们重点讲的就是以腰为主宰，在行动宗驾时一定要用腰带动四肢运动。好，今天要讲到这里。下边我接着上节课教练下边部分，下边部分就应该教是这个撸风刺壁给抱虎推山。首先我演练一下在上几节课的内容，起势预备式开步，起势左蓝扎衣，右蓝扎衣，单边摆个亮式，左搂翘步，右搂翘步，搬单腿，这是在
上几节课学的学习到搬南锤，下边接着就是抱虎推山啊，这个顾名思义，抱啊，就是搂抱啊，抱着虎推山啊，上边接着是这个搬南锤，就这个人根部。先做这个陆峰四壁，陆峰四壁啊，就像关门一样，就搬来锤，退步，右脚往后退步，两手交叉，交叉，分掌，这个掌不要往外分，就是往后坐，用腰来把两个手带开，收左脚，来上步。弓步推掌，哎，竖掌，掌要给口平，啊，这是陆峰四壁，再来一遍，搬南锤，背部，退步分掌，你看，五指张开，拇指撑起来，虎口撑圆，坐脚，坐脚收半步，上步推掌。背部好，我翻着脸啊，搬南锤，退步交臂，分掌收脚，上步弓步推双掌，根部合掌，好，再来，搬南锤背部。退步分掌，用胯带腿带回来，上步推掌。我面朝正前方啊，搬南锤，跟交臂退步分掌啊，你注意这个两个掌不要太宽，跟肩一样，最多跟肩宽。推上步推掌，根部合掌，啊，这是搬南锤，不是，这是这个陆峰四壁啊，它的具体用法，具体的用法，啊，是对方双手在我那边啊，是这个也。退的时候，你看他两个手按住我，推我，我用这个手带开，啊，用双手带开，啊，往后推，这个，啊，一定双手带，啊，不要双手分开，啊，双手带，用正肘关住气肘，不气肘，所以一定是分，把这个肘伸开的，伸这个肘扣住它，这个肘。手往前推，哎，这就陆峰四壁啊。前面不是搬南锤，搬南锤其实是这个人，对方打你锤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按，这个时候打，啊，这是锤。好，再来一次啊。陆峰四壁，搬南锤，再退回来，分，再推，用这个手。剑催肘，肘催手，推出去。哎，这是这个陆峰刺壁，陆峰刺壁之后是这个抱虎推山，抱虎推山就比前面这个旋转的幅度要大一些啊，嗯。你看这个陆峰刺壁这个人。抱虎推山，右脚向左脚的左后方45度斜角撤步，同时转身撤步，哇，就转过来，不要上手，这里容易摔倒。一动无有不动，只要这个腿脚一动，手一动，周身要动。哎，以左脚跟为轴，重心在左脚上呢，左脚转，尽量转。
你看右手随着身体搂，左脚尽量转着180度，接近180度都可以，就抱着这个人，右腿仍然是屈脚，右脚上腹，在弓步时候，右手抱空心拳，就半拳，抱锤推打，这叫搂过来，抱虎推山。退步转身，两方手指，抱虎推山，根部合掌，啊，再来一次，龙子臂，抱虎推山，转身撤步，转脚，上步抱拳。弓步推打，这是抱推山，根部合掌，啊，再来一次，如龙自立，撤步观身，抱拳上步，弓步推打，根部合掌，好，我往这个方向看一下，反方向。如龙自立，观身撤步，观脚，抱拳上步推打，根部合掌。再来一次，抱虎推山，观身撤六脚，观左脚。180度，抱拳上步推打，根部合掌。好，来往这个方向看，如龙自立，观身撤脚，观左脚180度，抱拳上步推打，根部。这如虹自臂，抱虎推山，右脚向左脚的左后方45度斜角撤步，转左脚180度，抱拳斜角上步，弓步推左掌，背部合掌。好，这是教的是抱虎推山，我把这两手接起来，从巴南腿这儿开始。退步分打，收左脚，上步推打，跟抱虎推山，撤左脚，右脚，转左脚180度，抱拳上步推左打，抱虎推山，跟不是，再来，八两锤。退步飞打，绕步进次臂，上步双推打，跟撤脚抱虎推山，跟住，哎，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下边我再讲讲这两个动作的要点啊。八两锤退步啊，一种右脚后撤，先右脚后撤，脚尖儿脚着地，这个时候呢重心慢慢后移，慢慢后移，就说腰被主宰，腰往后拉手。哎，坐到左脚上面，一定要坐到左脚上，用腰来带左胯带膝带脚，往后坐，带回来，哎，
收回来了啊。然后呢，上骨推按，左脚提起，脚跟着地，腰松腰坐垮了，坐下去，一坐下，两手翻掌，啊，命门后撑，弓步，哎，这就是推，再来一次，八郎腿，退步一腰，带手带脚带回来，上步松腰，命门后撑，推打，背部。在做这个时候啊，往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一推掌时候，容易往前俯身。所以在推掌时候，一定是上边虚灵丁进，就提顶、吊搭、微捋、前送，微捋前送，微捋要向前送，就是命门这个地方在原地不能动啊，往后撑。整个身体往前走啊，推动手走，哎，你不能疼，疼这里也不行，应该往前，微微往前，拖、啊，再做一遍，不弓自闭，腰带手翻，脚带回来，上步，啊，背部，好。再一个，这个抱虎推山，因为抱虎推山这个锻炼幅度比较大啊，它实际上脚锻炼是180度，那身体锻炼也同样是，你看这个胸从正前方，那侧脚也有端伸手就侧脚啊，你看一锻炼侧脚，你看胸部从这个斜角，以左脚为面轴。右脚认脸，两个手变成这个样，哎，左手提到，啊，右脸旁，啊，右手往下到胸前准备搂，180度，哎，搂，右脚这个手就往上抱，推，哎，就上下。脚跟手要相合，再来。侧右脚转左脚，腰带手里动的是我们搂抱上步，弓步推左掌，进步闭根，背部两手相啊，就抱推上。我在这边再做一下。八郎腿，退步，腰带手带脚，再回来，上去，腰推肩，推肘，推手，推脚，哎，跟，侧脚抱推山，搂，抱拳上步推掌，背部合掌。正面，八郎腿正面，推两手分，千万不要分了这个啊，就顺着身体，哎，上步推，背部，侧脚，抱足，推山，跟。下面我就带着大家练一遍，就开始啊。现在是正面看一遍，开步，起势，左拦扎衣。右拦扎衣，跟单边，
提手上市，叫白鹤亮市，中间一个提手上市。跟左楼桥跟右楼桥斑斓锤全新朝下跟如虹紫壁跟暴虎军山跟这是从开始练的，但这次我在前面我讲的是一腰美五展啊，所以在星空度假的时候啊，无论身体的前进后退左转右旋上升下降都要以腰为主宰，以后以腰为轴，以轴带动身体转动啊。所以说在太极拳理论上说颗颗留心在腰间啊，所以这个转时候是不是尤其这个抱拳呢，你看这个侧脚以腰为主宰，腰部啊啊转时一定是白会穴微微向领，微捋下沉，你就会阴这个地方往出提，一提就轻了啊，你光坐就沉，会阴往前提，转回沉好，我翻面拜大家的活动开始，拍步几日从下夫人左蓝大衣摇成五五开跟组合换脚答应脚哎，我单边提手上势还有两次左楼桥跟右楼桥不换脚安然死人换腰如虹紫壁跟抱虎军山以左脚跟为轴转180度抱拳推掌跟所以这是我刚才从开始练到我们新学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在练拳的时候你要颗颗留心在腰间啊，下周我再练下今天新学的这个粮食啊，你把那腿如虹紫壁开往前合跟侧脚抱虎推山跟组合上任意的。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下次再见，谢谢。那个不太好。不是他那么他们的人。
好，非常感谢钟老师为我们大家准备的这两个视频，然后现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钟老师和现场的观众，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我把大家的麦克风打开。看看钟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内容呢？大家伙提问题吧。嗯，看一下啊。没有，我声音有声音没有？有，我可以听得到您。好，好，大家可以提问了，看看有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可以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我们可以听得到。嗯，请您说。就是请问钟老师，就是在那个积极用法的时候，这个是如风似壁吧，就是跟你为你的学生就是对练的时候，我不太懂这个手，就是说就是引进落空，然后再推出去，这个是两只手是放在对方的什么位置，可以把它推出去的。这个因为对方是两手是按着你两臂啊，你把两臂就是前臂把对方的手贴住对方的手，微微往后顺着劲拉开来。这个看清楚看不清楚，你看啊，是这个样啊，是不是他推你的时候你后退，你看在这儿带啊，就是一带推一头不是往胸部推，二是沾着对方的小臂啊，是不是沾对方小臂来推？这个看清楚看不清？有声音没有？我们可以听到。啊，看清楚观众，您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吗？要把麦克风打开。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现在可以了。啊，对，就是所以、就是、我讲一遍啊，这个如风似壁啊，你看像这儿两个手在这儿，就是两手推我的时候，你看我两个手在这两臂之间，退一步，他把顺着对方劲往后带，打开，你看，推的时候不是往胸部推，而是顺着两臂，站着两臂来推，好，所以就是要有之前要先打开一点点，就是哎对，顺着劲给对方那个劲接住，那就等于这个人，你看，一推啊，接住劲。借助这个劲后推出去，这样身体需要转吗？身体不转，身体只是往后撤，撤，开，然后再推合去，好的，好的，谢谢，很清楚，好，有一位学员他刚才给写了一个信息，他想问钟老师讲解一下起承转合，谢谢。起承转合它是这个每个拳式的起就一起啊，一年就手还没有起的时候一想
起称是接住对方，我你看当他手臂打过来，所谓的起就意象起，这是称，就是称接转啊，转实际上就是开啊，接入一个顺势把它带开，合一是发一是收，这是发，同时又收回来，是不是起撑开合，对不对？嗯嗯，这位叫听下的观众朋友看看听见没有，你也可以把话筒打开，直接问钟老师问题啊。那个转就是化掉对顺势化掉对方的劲，也就是你的虚劲、把对方的进攻的劲变为你虚劲、发就是上部、凸起、对方空了以后他想往后退逃跑，你顺势跟着他发出去。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有问题呢？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也可以把自己的话筒打开。这位叫初夏的观众有没有？请您可以听见吗，董老师？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可以可以。我是还是接着刚才那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钟老师，就是我们在练习这个套路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学习这个起承转合呢，就体会这个起承转合在练习套路的时候。那就是这一个动作它是个四个步骤，打这四个步骤不能分开练，这一气要合成。起就一起，意念起，向两手举起来，起撑就两手举起来接住对方的劲，这就往后边，就是起就一起撑，两手举起来就要撑，前腿是虚腿左腿在前边为虚，右腿在后边为实这是撑这个撑就撑接你看在泰拳里面讲没动尾为手先着力就手领接住对方的手随即松开，接住对方的手之后来听对方的计，对方得肯定往前走，你往回坐腿是不是接只有化收回来，上步弓步推那个发顺势一发根部一合就收回来谢谢钟老师。谢谢钟老师。好，谢不谢不谢。好，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有问题呢？如果今天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感谢钟老师好像有一位朋友举手了，姓林的观众是不是还有问题？我看到你有举手。好，不好意思，刚刚麦克风一直打不开。请问钟老师可以再讲一下这个抱虎归山的技击的用法吗？抱虎归山其实就是跟那个搂膝傲骨差不多，就右手把对方的手搂开，左手往前推这个演示一下因为他这个是背面对方从后边打过去他打过去的时候这个右手转身就要搂开搂开这个去打，这是抱虎归山。因为这个转身幅度比较大。
好，老师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有其他的问题呢？可以举手或者自己发言都可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钟老师给我们这个精彩的演讲以及非常细致的讲解，然后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和您见面，继续学习您的拳，好吗？好，谢谢老师。好，请大家可以谢谢。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你就离开一下。离开。